这么大的一个车，满满的一车水泥，这两位维吾尔族朋友已经卸得快完了，看一下。干活很是卖力啊，这一车卸完多少钱？三十块钱一吨还是？一吨10块钱。一吨10块钱、嗯？这一车有几吨？这一车30吨。一吨10块，30吨，300。可以可以，哎呀，你们这个速度挺快呀，差不多2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卸这么一车，卸30吨，那边一车你们已经卸完了，那就是600。是一个人就挣600吧？可以可以。这位朋友说，他们卸这样的一袋水泥才5毛钱，那么这一袋水泥呢是50公斤，可想而知，多么的不容易啊！他们现在走了，去另一家，反正就是哪里有活他们哪里干。这位是做地暖的维吾尔族师傅，你们搞起来挺快的呀，看一下多少钱一天。朋友，多少钱一天？我说你们做这个能挣多少钱？一天能挣多少？一天吧，能挣多少个钱？一个月多少钱？对，一天多少？1天200，这么低吗？这个也太低了呀。这是那个高硬度卡钳，看一下这位朋友，你们一块有10个人有吗？5个人吧，对，哎呀，你们一天做这个挺快的，看一下，把这个反光的这个铺整齐以后，这个黑色的卡环这样给它卡住。然后上面铺一层水泥就可以了。在这儿干活，在24那边，对，是吧？大师傅一天多少钱？我采访一下大师傅，大师傅都有谁？就你一个大工吗？就你一个人一天350吗？对，剩下的都是200。这些维吾尔族朋友们刚下班，
现在是2:30，我们刚上班，他们刚下班。抓饭，然后有点羊肉，加2颗鸡蛋，还有黄萝卜，是吧？是黄萝卜还是红萝卜？红萝卜吧。这还是昨天那个小伙子，看一下，就吃这么一点点，就一个小饭盒。我们吃早点都要吃这么多了，还比如说他们吃午饭，不知道能不能吃饱。你们能吃饱吗？不多。能不能吃饱？你们的饭量太小了，我只能说。啊，维吾尔族朋友，他们这边的一个风俗就是他们结婚嘛，花了多少钱嘛，等等。你好，你们这边结婚花多少钱？2万吗？彩礼要不要？彩礼。彩礼多少？就是一共就是花2万块钱嘛，是吧？2万。孩子几个？都是男孩吗？可以可以。那个，哎呀，你不是把我们招了？还有没有年轻点的姑娘给我介绍一个？对啊。最贵的彩礼是多少？3万。3万，还是比较少。这对于我们那边来说，就是一个零头。知道吗？就是比较少的意思。那个，你一块有没有汉族和维族结婚的？有吗？要是我们汉族人找一个你们维族姑娘结婚，要多少钱？那你结婚应该现在已经几年了？5年有了吗？对，七年了，可以可以。